哦，十五粒呀、啊。你种了，你要放保质一年。两三个月。哦，两三个月。比较容易破、啊，不容易破了、啊。四月种了这个。哦。对啊。四月种。我四月种 OK 的话呢，种果过后啊，就出那个新笋过后啊，我直接下十五粒啊。来，你们这是旧了吗？嗯，我这下十五粒啊。就是很高盛了，要标出来吗？你属于老的话，你就完蛋了，要亏大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你下了过去，下了那个大绿园上去，给它去生根，去生根，去熟根，过后它大了过后，再去找车了。啊，就这样子，那别了。说那个二十四五十，就大清肥帮得到这 landscape 的，可以一次过关，可以，一次两公啊。也是一样放十五粒吗？大哥，你要十五粒给他。十粒啊，嗯。你太少也不够。你不要拿公来做了，你放六粒，改天一放六粒呗。啊。直接十五粒给他吃啦。嗯。因为你要顶三个月嘛，对，慢慢嘛，慢慢给他吃嘛。嗯。啊，你种树啊，你一下去的话，嗯，下去的话，它一根一走的话 ，OK， 你放了十五粒过后，它一根一走，它就发根了。哦。